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Uniqlo 跟乐高联名推出的 T 恤。那这次就是不确定是台湾还是全球了，反正就是乐高跟 Uniqlo 就是做了那个联名的合作，然后就出了一系列的男装，然后男童装跟女童装，所以就是都是用乐高的素材做成的 T 恤。然后我今天买这个是算是最素的版本，它是一件白 T， 然后它中间就是有个大大的一个乐高的 logo。那我觉得这是最 safe 最安全的一个做法，因为它是算是百搭的一件 T 恤。然后它其实有出蛮多款式的啦，但是男装比较少一点点，然后童装比较多，童装就选择就蛮多的。那当我大人只能买男装啦，然后到最后就选这件最 safe 的 T 恤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件是怎么样。然后它这边是就是印刷，就是烫在上面的，然后是一个很大的 logo。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没有人不认识这个 logo， 所以你在远远就看得到它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显眼的东西。然后因为它是白色素色，所以你搭什么都可以，你可以搭不管是牛仔裤啊、黑色长裤啊、短裤什么短裤，然后搭西装外套、休闲外套也都 OK。我觉得这个一件百搭的衣服就是这一件。然后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后面的背标，后面也有是一个很像就是讲乐高跟它的版权的东西在这边。好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下面也有一个小标表，它的下面也是有个乐高的小标标，然后这个还不错，就蛮可爱的，很像它的政治标记。对，然后这边的吊牌当然也是一个乐高的吊牌，对，就是很像它正版的商品，就有这样子，它本来就是正版没有错，它就有 Uniqlo 跟乐高的 mark 在上面。好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他当然他买这次因为他是第一次合作，所以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活动，比如说你到门市你就可以拿这一份这贴纸，很大份的贴纸，它就是创造专属你的乐高人这样。然后背面有很多他的衣服跟一些头跟头发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给小朋友自己去玩一些东西。好，然后当然就是它的优惠不只是这样子啦。然后如果是当你买一件乐高的 T 恤，然后再买其他东西加超过1000块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人偶，你会获得一只人偶。然后我把它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它就是你结账完之后呢，你就拿着发票，然后去反正可以去一个兑换的地方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拼，就是拼出你要的人偶。它就是你就是可以选你的脚，然后再是你的身体，然后再是头，然后再是头发或是帽子这样子，你可以把它搭起来。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 safe 的一个版本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然后它的裤子是印刷件，它这边有个印刷件，然后它有两种，一个是正常的脚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短腿，短腿就是一个不能动的短腿。然后我想说这个印刷件比较少看到，我就选它。然后衣服都是白色，因为其实大家一开始在网络上看以为是它都是印刷件，其实不是，它都是透就是都是素色的。然后你要自己去搭配贴纸去把它换掉。对，可以注意看这边它的贴纸，它中间其实都是可以把它撕下来，就可以把直接把它粘在人上面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巧思啦。然后当然对于乐高收藏家他就不喜欢，因为收藏件比较有价值，然后这种印刷件比较有价值，然后这种用贴纸当然价值就少很多啦。好，然后这次他头有很多种可以选，然后我选了一个就很可爱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双面头，我可以把它换掉。嘿，变脸了，对，他变成一个古早瓜呆版的那个人偶的脸，这样它就是一个两个点点加一横，这样就是早期的乐高人都长这样子，它后来才有越来越多的表情。是的，好，然后再去选一个小男生的头发，然后它有男生有女生的头发，然后也有帽子，棒球帽，就是很经典的乐高人的造型。好，然后所以就是你买1000块，然后加含件 T 恤就可以换一个这样子，然后以此类推，就2000块或加两件，就是可以住两个人。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你其实买一个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这整只人偶的稀有性就是没有很高，反而是贴纸我觉得比较难得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贴纸其实就是用它这次合作推出的
这些款式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包括一些，就是说乐高书也在上面这样子。然后这是女小的女童装，也是蛮可爱的哈。然后这是小小男童装，然后下面这是男装，然后这是我今天这次买的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，包括一个口袋啊，那还有一个乐高的小口袋这样子，其实这点不错。然后其实它就是都是有些呈现乐高的一个，算是它的一些特色在上面。然后这个小朋友喜欢，就是都是它的那个乐高的不同的头像。对，小朋友就会拿来这个贴在什么冰箱上面啊，或是你的车上。然后再是头发，也有不同的头发可以选。这样还有忍者系列，听说现在忍者系列很红嘛，对不对？嗯哼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好喽，那这就是那个这次乐高的 Uniqlo T 恤的开箱，然后在台湾是3月11号开始卖，然后卖到应该是卖完为止吧，所以就是有想要的人就赶快去抢，因为它都有限量，就是除了衣服之外，就是贴纸是限量40000份，然后人偶是限量10000份，所以就是要的话，赶快爸爸妈妈赶快带着小孩赶快去买，不然就买不到喽。好啦，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